当年姓洪来执身青州，一干大人没有一人能入敌阵。姓洪独独上着我香烟，对此香烟占有怨言，但当真书一名，如今无比庆幸能有刀破姓洪的机缘。今日将姓洪陷入处困境，是我身为国师的失职。就算姓洪无人主之心，民心一死，但此时心就满怀以情之心。就是经掉这般困境，但军心更要动心冲破难关，为圣城英雄救安而努力。本皇并无救罪之心，国师又何必在此时间生间死？这是闪言乃圣皇党内所聘的国师，要为圣城兴衰无为出策，为圣城英雄救安而担惊解毒，而圣城要英雄救安，唯有圣皇力量安然渡过此劫。当年圣城请我下山，咱温神下山都不灵，不灵之意乃是连博圣皇之灵的三道请求，斩立东坡无忌一，斩立二弟两七无忌二，如今第三道不灵，请圣皇斩下罪行修结。为何要斩立？你何罪之有？我人有人的天敌，妖有妖的规矩，为妖者拢有一处理以命换命的救命方式。如今这个山东四面无路，想要突破，唯有斩下罪行首级，以我施展最后能力为圣皇开辟一条生路，为圣城留存最后一点希望。圣皇送我的第三道不灵，就是由不得圣皇技术。今日我手持不灵，如盘水加脚，请圣君行转追寻。你追寻就一个请求，请圣皇将追寻的名字刻下在中的百位上头前。国师，你头前有一个山洞，但无忌可能立在里面，将人进入山中。对兵建议时候不多了，不能再丢毒，将咱一同杀出去。圣皇已重创在心，姚红人也因使用妖力衣冠其带伤，就凭罪行一人无法杀出重围。如今圣皇的选择不是上过以后，而是选择三人专重心在这座山洞，也是以罪行一命换取生机。一千三千重生之事是我最大的荣耀，快动手！剑光一闪，闪入脑海深处的记忆不停翻涌而出。冰凉的岁月前，温度的爆发，在命运的缺口，有见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。龙已经走了，你紧回去吧。啊！你快回家去。我操！又是多造一个小路啊！为了几万名可疑的人族小路，如今将伊是真正找到了，找到了龙族的旧客金庸之眼，来呀，将小局砸断去！起！
这个世界无法容你，那我便为你重塑一个世界。当时尚有风雨中，两条落难的影，互相只为着世间最后的温暖，凝得一干，心思莫名引导，无限牵念，牵续起未来无数的岁月交织。